给你们看什么叫最快的陀螺啊，陀螺路。哎，又一本，准备。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？走。啥意思啊你这？不知道。你要领着他走后门啊？哇，这个太猛了！我这你不信？哎呦，随便选哈。戳底下，戳底下。随便选，最右边，最右边。戳底下能看见啥？看脚。再不是蹲着，可以看见脸。你上面看不见脸。他倒立着，女大秘书在里面倒立。倒计时，哎，别，五、四、三，真的看不见，二、一，时间到。看不见吧？还在那儿吗？还在那儿？我能看到，看到，吓得着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，你这太慢了！你这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不行不行，这犯规！犯规犯规！你太犯规了！这演的演的，你为了赢，陈赫现在好瘦啊！陈赫现在好瘦啊！Cool。 好了，晕了。哎，要你看这直线走的，高一点。就是这儿，绝对能看到。往右一点，往右看。看见了吗？当然了。啊？认识吗？认识，认识。这怎么可能不认识？哦，认识。但我不会拼写。现在大家把你猜出来的名字写下来。认识，但我不会拼写。Shelly。很熟啊，其实这个网名。三、二。一，请亮题板。哇！哟，没奖。这是我看到的，好吓人啊！这俩人用的色字好有趣。啊，Selina。对。真的吗？哇！我是看他前面的那些提示。我看到了半张脸，这个写的简直是，你这个用标准的普通话念出来，瑟琳呐。这一轮 ，Baby 和陈赫都猜对了。原本呢是，如果 Baby 组你们获胜的话，你可以指定，但是因为现在陈赫也猜对了，所以直接这个女生和陈赫成为一组。我们把她邀请出来。No， Selina。快教给他你的名字怎么拼。对，这 Selina 了。这还用教吗？蛮难的耶。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单词。好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What happened？ What happened？ 我和昆凌都已经喝了一个下午茶了。真假的？你们也太慢了。哎，昆凌，你是想选他吗？本来。
也比较对他很熟悉。不是，昆凌也没办法，因为他已经因为已经组队了，还能说什么呢？没得选了，已经是一个队了。他很被动，从头到尾他都没得选了。没有，是真的。是真的，可是你的表情很痛苦。没有，是真的。所以怎么样 ，Selina 选了谁？就是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命运直接崩盘，已经崩了，心态崩了。这是老天爷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搓那边，你会是今天最幸福的一位女生。相信我，你会是今天最幸福的一位女生。相信我，但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心里就是开心。恭喜陈赫和 Selina。